我相信你的心最纯洁最美。怎么了？你的伤还没好？韩秋，我都说了是我自己弄的。 从今以后，你沈寒秋的事，就是我苏明涛的事。不管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，将来要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不管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寒秋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寒秋。 明涛，你真是太残忍了！我还在睡觉，你把我拉起来，这是对我来说十万火急，快点啊！哎呦，你怎么会突然叫起真来了？我不是较真儿，我只是想弄明白他，帮助他。我帮不了你。许军，我没办法帮你。我公安局根本就不认识人，我怎么帮你啊？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你跟公安局与沈克的于斌科长交情不浅吧？ 你跟踪我，我才没跟踪你呢。上次韩秋被错抓的时候，你正好到公安局去找于科长，然后我就收到了那张字条了，西楼201室，我没说错吧？对不起，我还是不会帮你。为什么？我上次也不是帮你，我是帮韩秋。韩秋？韩秋？你叫他韩秋？ 明涛，我必须跟你说件事情。这么严肃干什么？我爱沈寒秋。<笑>许军，<笑>我算了，我不生你的气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寒秋那么好，谁都会爱他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他只爱你。是，他只爱我一个。 我知道你爱韩秋，你爱他就更应该帮助他，而且你可以帮他的。不过我要告诉你啊，帮他是帮他，但是他不可能爱你。好吧，好，我可以帮你去问，但我也必须告诉你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韩秋。哼，行啊，只要能帮他就好。不过。 你以后不能再叫他韩秋了。哎，苏明涛，你这个人太霸道了吧！我相信他不喜欢你这么称呼他的。你……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哎，你怎么就认定他参加过三青团呢？这个世界上，我最了解他，他不可能做对不起人民、对不起祖国的任何一丁点坏事儿。你什么表情吗？ 我话要说错了，我就一头撞死。明涛，其实解放前，谁没点事儿？如果坦白的话，我相信政府会宽大的。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我……谢谢你。不用谢我。 总有一天，你会恨我的。
哎，好，走了。怎么，不高兴啊？苏明堂，我很正式的告诉你，我的事情不要你管。为什么？除非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。还有，你身上的伤……你要是再管我的事，我们两个就到此为止。我只是想帮你啊。 我知道你想帮我撇清，想证明我不是特务，可是我跟你说过，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有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说到做到的。好吧，那就别生气了。那好吧，快点进去，人都来了。是，未婚妻大人。 韩秋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不用再去扛布了。你回技术小组了？还没有。那我发明了一辆很小的运输车，可以替代人工运输的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都是因为我。当然不是因为你了，是因为爱。我相信啊，时间很快就会证明我是对的。 你根本不是什么特务，明堂，你真的不要再试图为我做什么了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不过我知道了。赶紧走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中午吃饭，你还坐你的老地方，我还坐我的老地方，你一定要让我看见你啊，让我看见你。 明堂，你也来了！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说昨天有个特务被抓了？天天有特务被抓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个不一样。有什么不同吗？哎，是不是比胡兆汉更大的反革命？那个替五五？哎呀，不是替五五，听说是一个国民党少校。哎，你知道他是怎么被抓的吗？哎呦，笑死了！<笑>怎么被抓的？ 听说呢，那个女的就是国民党少校的老婆，一直把这个少校藏在家里。完了以后呢，她的邻居并不知道这个女的已经有了丈夫，还好心好意的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。她为了要掩护自己的丈夫，就真的跟人家处对象。可是你说处上就处上了吧，可没两天呀，这肚子就大了。那邻居还以为是她对象搞大的呢。 那个倒霉的对象啊，死活都不承认呢。他说根本就没碰过那个女人的身子，最多也就碰碰手。你想想看，碰碰手怎么就能搞大肚子呢？然后那个人就被发现了。<笑>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有些人不爱听喽。胡英，你别胡说。我本来就没胡说嘛，我在说抓特务，你担心他干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少说两句。 恭喜你啊，明涛，你真是我们的英雄啊！真不简单啊！没事，明涛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双桥中学封走，你是这个学校的吗？ 从小在这里长大。你认识那个老师吗？苍蝇、蚊子、跳蚤、
青蛙我全认识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想找你谈谈。我没有恶意。请你出来，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。韩秋，韩秋，一口都没吃，这孩子太痴情了。走了，走。哎，沈寒秋啊，你在等苏明涛吧？是啊。他中午就出去了，说一会回来，可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我们还发现了一张报纸，抠了一些洞，你看。我正想去护场队反映情况呢。双桥中学疯子。哎，报纸，报纸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？你不是来这里找我的吗？你不是想彻底调查清楚吗？你不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吗？阿秋，我怎么可能想来看你的笑话呢？阿秋，我给你道歉，只是我实在不甘心，我看到别人那么怀疑你。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韩秋，你别走，别走啊！明堂，我们以后真的不能再见了，不能了。韩秋，我说过，无论什么情况，我都会永远爱你，永远不会放弃你的。苏明堂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如果你还要调查我的话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再见了。你受伤了，我没事。阿秋，刚才有个人穿着跟你一样的衣服，要想害死我。
你看这个，我给你看这个。不许你再伤害他！还有谁？还有谁在帮你？那个白衣女人是谁？让开！ 给你，你怎么又做了一个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还有谁比我更健康？让我看看，韩秋，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？韩秋，韩秋！ 青蛙，跳蚤，蛇，找沈寒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找沈寒秋的话，我就掐死你！怎么，心疼了？不让我逗你，我就。 掐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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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领过兵，打过仗，我什么世面没见过？我说的都是真话，真话，不信！ 买包烟，买包烟。西藏麻香叶啊！买包烟，快！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许俊，你哪儿学的这手啊？啊！明涛，你干嘛？这话是我问你吧。
你干嘛顶我的烧？你当我特务啊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？看看你一头的虚汗。我哪有？徐军，不许再顶我的烧了啊，否则我就……谁顶你烧了？行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韩秋，但是我以前就告诉过你，韩秋跟你没关系的，韩秋除了我之外，不会再跟任何人的。你有病吧？外面的男人，小伙子，哎，是你啊，你怎么了？听说你是烈士子女，有什么为难的跟我说，牛族长帮你的忙。有反革命在威胁你吗？吃饭了。
我一个人呆坐在双桥上，脑子里一遍遍闪现着之前的镜头，那个男人和韩秋的身影挥之不去。天明了又暗了，暗了又明，我茫然无措。在这坐了整整一夜呢，哪是一夜呀，都好几夜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，我看我们快去汇报吧。哎，走走走。再三劝导，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到公安部门自首。父亲，我阿秋，阿秋，阿秋，明堂，阿秋。明堂，韩秋，明堂，好了。哎，许军呢？许军去哪儿了？就是呀，都快开始行动了，太不像话了，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。还有半小时就要行动了，太过分了。大家注意点啊，这次行动很重要。站住！自己人？谁和你自己人？你手里拿着什么？会不会是炸药？交出来！姓李的，自己人。自己人也要拿出来看。干嘛？想逃跑？你是纺织厂护厂队的？对。口令。姓李的。标志呢？在这儿。怎么才带？我们厂还没开始行动，我这不是赶回去吗？9点全城统一大行动，现在还有3分钟，你还不快去集合？好。小云姐，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你姓李呀？你这个人真笨，这是这次行动的暗号啊！我为什么不知道啊？这次行动之前只有组长知道，连许军都不知道。啊？那许军会不会被人抓起来呀？哎呀，你们俩废话怎么那么多？小心点。想有多痛，心有多乱，看见你疯癫，听见你心碎，我眼里爱有多狠，情有多真，而我是个罪人，一个哭泣的。看住后面，我守这边。好。
走了，我走了，你逃不了了。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。坎坷大树做木马，骑上木马走天下。走了很久才明白，木马的缰绳没解开。坎坷大树做木马，骑上木马走天下。走了很久才明白，木马的缰绳没解开。姐姐水凉了。是不是特务？大家搜过以后就知道了。搜什么？你个骚货，我们搜什么你心知肚明。搜，让开，里面没有人，让开。谁？站住。刘厂长，我刚才看见一个人影从老虎天窗逃出去了。小袁，我们可不要被敌人调虎离山。里面什么人？没有人。没有人你干嘛不让我进去？你私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拦着你？我确实看见一个人从老虎天窗逃出去了。搜搜搜搜搜搜，快点，来这边，快到那边去。让我们相信他，相信新组织，相信同志们，好不好？把你的秘密说出来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把娃娃还给我！把娃娃还给我！我知道了。还给我！我给你抓起来！老实点！还给我！你把娃娃还给我！这肯定是你们的特务联络工具。小袁，这里面可不可能有特务的密电码？剪开。是，老实点，别动。正是敌人的联络工具。啊，我
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许军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在路上被别的护场队员给拦住了，他们还审问我，太荒唐了。哪个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们好多人，我就一个人。他们审我，又不是我审他们。许军，你转过来。干嘛？我让你转过来。干什么？刚才是你从这老虎天窗爬出去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李小媛，你不要忘了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刘厂长，我觉得许军他可疑。我们两个一起出来的，是我让他在巷子口站岗。你要怀疑他，把我也抓了得了。公安局已经测出这附近有敌台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先抓出特务。抓紧时间搜。是。走，这边看看。